哇哦！你看看你这个滑嫩的皮肤，吹弹可破。现在男人到底是怎么都瞎了眼啊？居然看不懂这个绝世美女。我才不懂你，每次与我聊天都来三温暖，你是不是变态啊？什么变态？我是为你好。女人啊，就是要随时都在战斗状态，不然什么时候紧急情况发生都不会知道啊！啊，停！我不想听。你说是不想听，但是你心里很清楚，就是好好利用女人的魅力，才能一击必中。哎，不过我倒是很好奇哦，这个季旭晨到底为什么这么认定他？这种身材，要是我一定直接扑上来。这个季老师到底是在坚持什么啊？哎，走开了。嗯，我把我的必杀技交给你，保证你手到擒来，怎么样？你不要乱来哦，我自己可以处理。你不要插手啦，拜托你。哦，可是人家很想帮忙哦。不要。啊，对，这个借我摸一下。哎，你干嘛？不要乱碰哦，这个是要留给谢老师。那我先帮他验看看。哎，没有啦，你看一下，这是变态呀！你走开。那不然摸我一下，摸你一下。我才不要摸你的嘞！我有的你也有啊！啊，有你这么无聊啊！不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好软哦，带你去。立 TV 立视线上影视。